太子殿下昨日才离开，您莫要太忧心了。皇姐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见的人？是不是想见一个人的心根本藏不住？公主殿下，您不要等了，大婚看来要推迟了，太子殿下他可能……他也这样等过我吗？他也曾这么想要见到我吗？都这么久了吗？他已经走了整整300。呀，那个公主殿下，太子殿下才走了30天，这么多正字，您是按照时辰画的吗？可能是按刻钟画的吧。太子殿下还没有回来啊，明明3-5日的路程，太子殿下往日不可能耽误这么久的。大家都在传说太子殿下八成是回不来了。公主殿下，他们乱说的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小厮，私事未嫁，开局直接收管。666。